给我冲！快醒醒啊，顾明杰！顾明杰！顾明杰！醒醒！醒醒！还有脉搏，上哪儿了？没有。过来帮忙！快！追！留他们，快！你醒醒！谢谢你救了我，你可千万不能死啊，顾明杰！他不会死吧？他醒了，醒了！秦川那个中国人真是狡猾，竟然骗过了我们梅机关上上下下所有人。机关长那么信任他，真是没想到。去，赶紧到慈济医院，把那个叫夏兰的女人给我抓过来。是。等等，他不是还有个儿子吗？把他也抓过来，那可是秦川的亲骨肉啊。琳琳，哎，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暂时止住血了。顾明杰，谢谢你了。别客气，反正我顾明杰这辈子也不是第一次挨枪子了。你放心，你肯定没事的，我去给你找医生。我去吧。除了找医生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现在暴露了，星野千里也死了，星野美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夏兰哈参一定会有危险，我必须去救他们。你一个人行吗？没事的，你好好照顾他，我很快就把可靠的医生找过来。行，你要小心啊。欧阳，齐川，你可来了。总部现在有重要的指示，我们边走边谈。等一下，现在情况有变，我在梅机关的身份暴露了，叶琳琳的撤退计划也失败了，她也暴露了。什么？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星野美和找不到我，就一定会去找夏兰的麻烦，我必须要去救她。不行，现在梅机关正在全城通缉你，医院是很危险的。我知道很危险，但是没有时间再商量了，我必须要去救夏兰。就这么定了，小心呐！妈妈，我今天为什么不能跟沈叔叔玩？沈叔叔这几天比较忙，改天跟他玩好吗？那好吧。妈妈现在要工作，你乖乖坐在这里，别再乱跑了，好吗？嗯。来，接着画吧，坐好，乖，别乱跑啊。让他一个人扔你的车吧，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别让那个女人跑了，给我仔细搜。是。那边，报告，没有。报告，没有。报告，没有找到，一个人都没有。给我看着这里，不许任何人进来。是。你立即向高木副官报告。是。所有人都听好了，每个房间仔细的搜，不要放走任何一个可疑的人。是。走。你们几个一定要仔细搜查。听我说，我在民警官的身份暴露了，他们抓不到我，就开始打你的主意。现在民警官正在医院到处抓你。咱们儿子呢？在放疗室。走，咱们去。站住！站住！还往哪跑？给我追！我来引开日本人，你去接阿灿。这样太危险，你自己走比较快，来不及了。可是我不能让你冒险。你接了阿灿以后，我们在欧阳那儿汇合。快走啊！下来，站住！谁呀、啊？是若涵，我和你一样，夏兰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如果你想见夏兰，请跟我走。夏护士长，你可让我们好找啊！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奉梅机关星野小姐的命令，请你跟我们回去休养几天。爸爸，阿三。爸爸带你回家，好吗？走，仔细的搜，一个房间都不要放过。那边，阿灿，爸爸给你做个游戏，你在那儿假装睡一会儿，爸爸一会儿来接你，好吗？乖，来，躺好吗？好，闭上眼睛睡觉，爸爸一会儿就来啊。
把这个小孩和那个女人关在一块。明白，长官。相信你说的话，你说的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夏兰之前多次向我提到过你，而且我们也对你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你可能不知道，上次你被捕入狱，是我们出手相救的。这么说，上次是你们救的我？舒尔汗，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照你这么说，秦川和夏兰，我目前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好，秦川，夏兰呢？夏兰和阿灿被日本人抓走了，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他们。来，姐姐喂你吃东西啊。这是什么？想不想吃啊，菜？嗯，要吃吗？嗯，来，张嘴啊啊啊！好吃吗？好吃。来，咦，你看这是什么？我还要。好好好，姐姐给你。等着吃啊。抓抓抓啊！来手抓，不要，不给，不给，可爱死了！来来来，再抓！哎，不给你，好吃吧？嗯，哎呀，这么乖，好吃！哎呀，阿赞太可爱了，来，姐姐再给你一个啊！好，啊，姐姐走啦。阿灿，阿灿，阿灿，妈妈，我要爸爸。爸爸呢？爸爸呢？不知道。他们对你做什么了？他们给我吃好吃的。说什么？他们给我吃好吃的。日本人把他们安排在慈济医院，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啊？管不了那么多了，为了夏兰哈灿，我必须动一把。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等着这帮小丑上场演戏。你们，夏兰，爸爸，没时间了，快走。站住！站住！站住！阿灿，
可以跟美和小姐交代了。撤。你们就暂时住这里吧，小海。哎，来收拾一下。好嘞，来，走吧。现在大家也都安全了，我就先走了。若涵，你听我说。什么都不用说，放心，我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你们的身份。若涵，你上哪儿去？外面很危险。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希望亲口听到你对我解释这一切。有时候解释是没必要的，敌人不相信你的解释，而朋友之间无需解释。好，我明白了。春哥，以前是我误会你了，不过人归人，事归事，从今天开始要好好照顾他们母子。你要是对不起他们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夏兰和阿灿是我的一切，我当然会对他们好，补偿他们。那就好，照顾好他们，我先走了。谢谢。青川已经中套，游戏才刚刚开始。青梅和小姐明示，我手心有只蚂蚁，跟玉碎计划相比，青川就是这只蚂蚁。别跑啊，小宝贝，跑不到哪儿去的，你只有乖乖在我的手心里，我让你生你就生，我让你死你就死，死，踩死你。我们的玉碎计划非常成功。玉碎计划？对，这是我们帝国最伟大的计划，细菌作战。我偷偷地在小孩的食物里加上了病菌，所有人都会以为是夏兰身上有病毒，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我只是在夏兰身上打了一针强效的麻醉药，这个麻药一消失，他就没事了。可是小孩呢，他就发作了。你是说给小孩吃的是居天博士最新研制的高毒性病菌，这种病菌的毒素要比普通的强20倍。这个时候小孩应该发作了，只要小孩一发作，毒烟就会传染给他们，青川下来，他们一个一个的都会被感染上，这样青川他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千古罪人。我要让他看到他的挚爱亲朋一个一个一个的死在他的手里。美和小姐，您的这个计谋真是高明，看来细菌作战威力无穷，事半功倍啊。这都要感谢菊田博士的辛苦和智慧。当然了，在危难时刻，菊田博士就是我们的希望。不过我要提醒你，最近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中国方面他们想方设法要破坏我们的玉碎计划。军统他们也曾经一度想炸了我们的实验室，我听说共产党已经派出了他们王牌的抗菌专家，代号博士，这个人近期就要抵达上海，所以高木副官，上海火车站还有各大港口必须严加盘查，如有可疑立即抓捕。是。妈妈，我想睡觉。好了，房子收拾好了，休息去吧。好。
你没事吧？没事，来。哎，快去。走，我们进去。啊，走了。啊。现在军统炸毁煤气罐的实验室计划失败，再加上星野千里暴死，敌人已经丧心病狂了。他们实施玉碎计划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现在这重中之重是马上要摧毁这个实验室，敌人要展开细菌战，我们就让他们无菌可用。总部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已经派明远专家、抗菌防毒专家来上海协助我们工作。太好了，说实话我们在这方面确实知识不足。他什么时候到？他正在根据地主持一个提炼青霉素的实验，应该马上就可以出发了。青霉素是个好东西，是美国人在两年前生产出来的，非常紧俏。如果杨博士能生产出这青霉素的话，可以救很多人。妈妈，我肚子疼。怎么不睡觉了？哎呀，好烫啊。阿桑，告诉爸爸，哪里痛啊？哪里痛啊？怎么回事啊？夏兰，夏兰，你快开门呐！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和阿灿感染了伤寒的病菌，这个病传染性很大，而且必须要隔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的。我知道了，你赶快开门，开门呐，好吗？你放心，这里有我照顾他。我进去照顾他，你出来好吗？夏兰，你在外面，别在这里，作用更大。夏兰，你赶快查一下病因是怎么得上了。好吃吗？好吃呢，再来一口啊。哎呀，美和，肯定是美和，美和给他吃了一些带有病菌的食物。儿童得了伤寒病不会出疹子的，可你们看到了，阿灿出的疹子很大，所以日本人的细菌毒性很大。那阿灿有生命危险吗？记者，星野美和就是想通过孩子传染给我们，然后再从这个院子里传染出去。欧阳，你现在去拿一些专门治疗伤寒的中药过来。秦川，你去打桶水，再拿干毛巾过来，快！马上就去，马上就去。没什么大碍，放心吧。啊，谢谢啊。医生说让你好好休养，这两天你一定要好好休息。来，喝点水。来，烫吗？嗯。慢点啊。嗯。还喝啊？嗯。这一枪我觉得我还值了。谢谢你替我挡了这一枪。跟我回重庆吧。既然已经暴露了，这个地方不能久留。我马上打报告，咱们现在就走。哎，现在？你这伤都还没好呢，怎么走啊？再说了，实验室的位置还没有找到呢。实验室这个事儿啊，上峰一定有新的指示。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撤离，而且现在日本人一定是满街的通缉你和秦川，我绝不能让你再有任何闪失。走吧。不行，情况突变，撤离计划不算数的。说到底，你是放不下秦川是吧？
现在不是放不放下的问题，是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要放下。顾明杰，你知道吗？你之前给我送花，让我撤离，替我挡枪。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可是你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也许你根本就不懂我吧。其实喜欢一个人很简单，那就是第一眼，你看见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开心的。有时候又很复杂，哪怕他对你有千般冷眼，你也心甘情愿为他付出一切。刘二，刘二，队长，什么吩咐？按计划行事。明白。来，为了阻止病毒扩散，阿灿和夏兰呢，就暂时住在这个地方了。我已经发出通知了，我们准备启用3号联络站，就把这里暂时当成你的家吧。谢谢了，欧阳。哦，欧阳先生，您看，启辰，这下阿灿有救了，太好了！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夏兰，啊！夏兰，咱走吧，走。夏兰，好消息。组织上已经安排杨明远同志带着5支青梅子出发了，这下咱们有希望了。这太好了。可是我还是担心你啊。不用担心，你在外面比在这里更重要，我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妈妈，我想爸爸。阿灿，爸爸也想你，你还好吗？爸爸，我想你陪我玩。阿灿，等你病好了，爸爸天天陪你玩好吗？拉钩。哎，拉钩。哎，不要。阿灿，我们这样拉钩也可以的。拉钩，爸爸答应你，天天陪你玩，好吗？好。听妈妈的话，知道吗？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啊？嗯。夏兰，我还得去找下顾明杰。都撤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去啊？组织上还没有结束我在军统的潜伏任务，再说炸毁实验室的计划也失败了，军统那边该如何应对，我得去摸摸底。好吧，那你小心点儿。我知道，照顾好阿灿，你自己也注意点。菊田博士，这是松江水厂和供水管网的所有资料，你赶紧给我写一份作战方案。还有，我们的宝贝战绩生产的怎么样了？遵照您的命令，正在加紧生产。吉馆长，您确定要通过供水系统来进行细菌作战吗？中国有句古话叫杀人于无形，这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一旦发现战局不利，先毁掉这座城市。美和小姐，准备由谁来执行这个任务？高梦愿意为美和小姐。我已经自有人选。是。但是如果中国人里面有制造解药的专家，那么我们这次的细菌作战功效就会大打折扣。你说的是共产党那个博士吧？据可靠消息，他明天就会抵达上海。
可是我们情报部门的那些蠢材到现在都还没有把他的情报给我汇报上来。高木副官，我请问你，那些蠢材每天都在做什么，都在干什么，为什么效率这么低？你明天把所有抵达上海的男性乘客全都给我抓起来，挨个甄别。这条大鱼绝对不能让他漏网。别动。终于出现了。顾明杰，你这是要干什么？这两天去哪儿了？我来跟你商量实验室爆炸的事情，你却来调查我。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谈实验室的事儿。什么意思？慈济医院这两天发生了内乱，有共党分子。你怎么出现在共党的行动之中了？你可以给我解释吗？别跟我解释了。重庆那边已经下达了调查你的指令，我现在就得抓你回去审判。要解释的话，回去跟重庆那边说去。少跟我来这套。调查我？我凭什么相信你？你有调查令吗？看啊，看清楚，这是什么呀？白纸黑字。好吧，不过我现在还有件紧急的事情要做，等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我自然会跟你回重庆接受调查。现在让你的人把枪放下。心虚了？还是想跑啊？你觉得你跑得了吗？把他押下去。是。刘二，别乱动。我说了，我现在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处理，谁也阻拦不了。等我处理完这件事情，我自然会跟你回去接受调查。行了，欧阳。啊，齐晨，出问题了。怎么了？杨明远同志乘坐的船一靠近码头，宪兵队就把所有的嫌疑人都抓进了煤气罐。那蒋维素呢？下落不明。敌人随后释放了一部分人，但是杨明远博士不在其中。有情报显示，明天敌人要把所有的嫌疑人都转移到提篮桥监狱。欧阳，我这边也有突发情况，因为医院的事情，重庆方面已经开始调查我了。今天顾明杰本来是要抓我的，被我逃脱了，但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为了江秘书，为了夏兰和孩子，必须马上救出杨博士。齐川，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不适合参加这次行动。顾不了那么多了，从煤气罐到提篮桥监狱的路我最熟，我必须要参加，这样我才更有把握。好吧，我来制定计划。夏兰和孩子怎么样？应该是睡着了。我正好去看看他们。好的。
顾明杰，是有秦川的消息了吗？坐。怎么样，想好了吗？如果想好了，咱们现在就出发。你今天叫我来就是问这个？嗯。我那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看看这个。慈济医院的事儿，总部已经怀疑到秦川了，而且专门下了特别调查令，要抓秦川回重庆受审。这事是你上报的？谁上报的不重要。你想逼我回去？不是我逼你，是你在逼我。顾明锦，你果然不懂我，你还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逼我。既然你要逼我，那总有交换条件吧。跟我回重庆，只要你答应跟我回重庆，我负责向上面解释秦川的事，我保证他没事。好，顾明锦，你可真有本事。这样吧，干脆你们一块抓我回去调查。什么意思？你们不是要抓他吗？那我跟他夫妻这么多年，既然你们怀疑他，那我也脱不了干系。顾明杰，我告诉你，你只要敢抓他，我就立马向总部坦白，说我也有嫌疑。到时候你自己回去吧。从梅吉关到提篮桥监狱一共有三条路可以走，可是这三条路都要经过中间的这一片树林。中国人如果想劫车的话，在这里动手的可能性会非常大，所以我想增派重兵在这一带严加防范。不要去提篮桥，我们连夜把人送到集中营。为什么呀？你想，在牢房里面我们没有辨认出这个人的身份，这说明什么？博士很狡猾，不过再狡猾也有他的弱点。您的意思是？博士是搞研究的，他很少干体力活，可是集中营有很多繁重的劳动，能够让他快速暴露。美和小姐的分析非常有道理。那提篮桥的护送计划就此撤销？不，那个计划照常